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来到垂玲老师的越南语教室。chào mừng các bạn đến với lớp học tiếng Việt của cô Linh.今天的授课内容，老师会跟各位介绍越南语的29个字母和拼音的方式，29字改tiếng Việt và cách đánh vần。各位请注意，越南语是拼音的语文，越南语的拼音和书写就是只有一套系统，就是由一些罗马字母组成的。那各位可以看荧幕上，虽然是罗马字母 A、B、C 字母，可是有一些特别的符号。这些符号呢，有一些是字母的符号，有一些是声调的符号。所以各位要学会越南语，首先要非常熟悉越南语的29个字母和拼音的方式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课程我们要一起加油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越南语结构哈。越南语的大概有五种最常见的这一些结构。那么今天我们先学第一种结构，就是一个子音一个母音结合。那我们看一下哈，在这个字里面是念八。是爸爸的意思哈，爸。好，在这个越南语这个字呢，第一个字母是子音，念 b。好，越南语 b 的话，越南语念 b。好，再来是 a 的再来是 a 这个字母呢，念 r。好 r，所以合拼起来 b a 8 8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会学会这种第一个结构的越南语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越南语29个字母，29字改丁 Việt。越南语是拼音的语文，从字母合拼成一个文字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熟悉字母，才会熟悉拼音，然后才能看字读音。所以各位加油哦！好，在这个单元里面学29个字母很重要，各位请注意。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字母 A 这个字母，我们念 R。再来是 A 上方有一个月亮往上那个符号哈，我们念 R。再来 A 这个字母呢，有一个好像一个帽子往下这个符号哈，我们念鹅。好，来注意一下哈，三个字很接近，哎，第一个是 R，第二个是 R，第三个是鹅。再来 B 这个字母，我们念 b。C 这个字母呢，我们念 g。好，接下来 D 这个字母，我们念 z。好，记得 z 呢不卷舌哈，因为下方的那个 r 这个字母，它也是念 r，可是有一点卷舌 r。好，那 d 这个字母我们念 z。好，再来 d 中间有一笔哈，我们念 d。这个字母有一点难哈，就是你各位不能只有念 d 的音哦哈。还有歌的音的歌整合一下念的，好，不能完全念的，好，不是的啊，的不是的，也不是歌也不是啊，哈，的歌整合一下的，很好。一这个字母我们念 a，好，再来一上方有一个帽子哈，我们念。再来是 G 这个字母，也是有一点比较难发音哈，我注意听一下，g，好，就是说有 l 的整合一下哈，不能只有 l 不对哦，的也不是哦，l 的整合一下 g。好，注意哈，再来 H 呢，我们念一下，呵，好，再来是 Y 这个字母，我们念一下，一，接下来是 K 这个字母，我们念一下，嘎，
因为 K 这个字母呢，它的拼音位置是跟G 一样哈，G 或G 拼音位置一样哈。那 K 的话也可以念G， 只是因为怕说你念G 就会跟 C 一样的那个发音，所以我们给它念G 好。可是G 或G 都拼音位置一样啊哈。再来 L 呢，我们念上L L L。 再来 M 呢，我们念上。 m m m 啊，再来是 n 这个字母，我们念一下哈 n n n， 再来 o 这个字母呢，我们念 o，注意一下第二个字母是 o 有个帽子哈 o 有个帽子，我们念 o。 好，重一点的发音，给它一个重声好了 ，o，o， 好，这是 o 跟 o， 其实这两个字很接近哈，可是不用担心，它不会单独一个字母而已，它会跟其他的子音结合哈，我们先有一个认识就好了。再来是 o 有一个右边有一撇这个哈，我们给它一个 o 有一个耳朵好了，我们念 e。好，这三个字母我们再念一次哈 ，o，o，e，再一次 o， 中声 o，e，好，很好。再来是 p 这个字母呢，我们念一下哈 ，p，p，p。好，再来 Q 这个字母呢，因为 Q 呢，它不会单独一个 Q， 它会结合 Q 跟 U 在一起哈。好，我们先给它念果，果，果。再来 R 这个字母呢，我们念成 R，记得要有点卷舌哈，R，R。好，上方那个 D 这个字母念 R，对不对？好，不卷舌 R。好，下方这个 R。的好，微卷舌就好了哈。再来是 x 这个字母呢，我们念上 s，s，s，p 这个字母呢，我们念上的，再来 u 这个字母，我们念上 u，u，u。好，再来 U 有一个那个一撇的那个符号哈，我们念好，嘴型大概稍微扁扁的可以吗？好，U 跟 E 呢也很接近，可是放心，它不会单独一个字母，它会跟其他的字音结合，所以我们先认识它就好了。U 跟 E 可以吗？再来 V 这个字母，我们念上 V。v，好，再来是 x 这个字母哈，s，s，s，再来 y 这个字母也是念 e 哈，y 跟 i 都念 e 可以吗？好，念一下 e，e，e，老师已经带各位念一遍了哈，接下来老师再带各位念一次29个字母哈。啊啊，鹅，鹅，鸽，鹅，的，诶，诶，鹅，鹤，一，嘎，了，么，呢。哦，哦，呃，婆，果，惹，色，的，乌，呃，和，色，一。我们念完29个字母之后，我们下一个单元就是会练习拼音。
那越南语的拼音跟中文的 p p m f 非常接近，好，就是也是一样有子音跟母音结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拼音哈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些简易的词汇哈，有单子音跟单母音结合。子音呢，就是记得就是第一个字母哈，是子音。再来母音呢，就是说通常是第二个字母哈，那只有一个字母就是称为单母音哈。之后还有韵音，就是很多个母音结合或整或一个组合的韵音哈。那我们先学简单的词汇，就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字母哈 ，C 我们念 g 对不对 ？O 有一个帽子念 o， 所以 g o g 好，再一次 g o g 好，姑姑的意思哈。再来第二个字母 T 呢，我们念的 O 的话念 O， 所以的 O 多。再来 D 上方还有一撇，好念上的。好 Y 我们念 E， 所以的 E D。再来是的 E D。好去好是奶油这个字哈 ，B E。b b e b s a sa s a sa 很远哈，再来 h o h 咳嗽 h o h 好测量念上 d 哈 d o đo d o đo， 再来上色这个字 d o đo， 再来是 d o đo， x 我们念 s s u su s u su， 好出去念这样 r 的话有一点 z 卷舌对不对？r a ra， 再一次哈 ，r a ra， 蝴蝶结哈，再念一下 ，n e n n e n， 再来酸果哈，越南的酸果就是很酸的，好可以来煮酸汤的哈，再来念一下 ，m a m。m a m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练习哈，下一个单元 z o z z o z， 好，由于好，比如说由于今天下雨，所以我们不出去哈，这、就是理由 z 的意思哈。再来 g i g b o。b o g b o， 再一次哈 ，g i g b o b o g b o g b o， 再来 d 哈 ，d 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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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o。很壮硕，好，看起来身体很健康的样子哈。再来 ，v u v v e v， 再是 v u v v e v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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再来是 d e。的的呃的，好，再来 ，v o v， 的呃的 ，v 的，再一次哈 ，v o v， 的呃的 ，v 的，好，我过。就是 vote 就是无虑的样子，生活很无虑哈。
再来，这站好念上 g a ga g a ga。再来提防哈 ，d a d d a d， 不乖好念上 h u h h u h h。比如说骂某一个小孩，你不乖，不听妈妈的话，哈，就是不乖，就是呵的意思，哈。再来 ，l a l l a l， 好，梨子，这是念 l， 好。再来是鱼儿那个鱼，哈 ，z u z z u z z。再来做梦，这个梦呢 ，m a m m a m m， 好，做梦哈。来下一个单元，我们看一下哈，继续练习哈，很脏哈，来念上 z a z z a z， 再来是 v a v。v a v v， 再来小牛这个字呢 ，b a b b a b b， 再来弹住哈 ，b e b v a v b v， 再来一次哈。b e b v a v b v， 好，快停，我们念一下 g a g n o n g n o， 再一次哈 g a g n o n g no， 好，再来是汽车，好，念一下 m o m d o d m o d， 再一次 m o m d o d m o d， 好，我们看下一个是荡秋千的那个秋千，好，念一下 d u d u。的乌嘟嘟，好，再来是压路器，好，就是你在修马路的时候会用这个压路器来补平那个马路哈。s a c l u l u c l u， 好，再来是 s a c l u l u c l u。好，班别好，比如说你上早班、晚班，好，班这个字呢念嘎，怎么念呢 ？g a g g a g g， 好，再一次哈，水桶这个字我们念一下 s o s s o s s， 好，水桶，再来 z a z。z a z， 好，羊，好，再来梅字呢，念一下 m a m m a m m， 好，所以刚才是老师用拼音的方式带各位哈，那接下来的是再念一遍这些单字哈，让各位跟我一起念。第一个 z z， 再来 v。v b b， 再来 b v b v， 快停念一下 ga no ga no， 再来汽车呢 mo do mo do。
đu đu xe lu ca ca số số dê dê mơ mơ 好吧，所以我们已经学会基本的29个字母，加上基本的拼音的方式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越南语的拼音方式跟中文很接近，就是一个子音一个母音结合。好，比如说"b a ba"，中文就是"b a ba"一样的方式啊，哈。所以各位应该不会陌生拼音的方式，好。那我们花一点时间练习，好，加油。